西还给我，就想离开。看，嘿，嘿，哈，起来。好啊。还不让路，休想吃我一剑！就你啊，不可能！什么？正是因为护着你这样的败类，师兄才会送掉自己的命。你们这些懦夫，你们什么都不懂！太，师兄他真是瞎了眼。绝吧！你们的冷漠与软弱，才是害死师父的元凶。你这个天权的败类，我也会完成师父的心愿。死得安静点。Yeah!